来，我们用楠楠来打第一关哈，速刷，看一下能夺冠。五合理很简单吧？哎，好痛哦！第二关的话，六 C 哈。哇，这个是会出现的。手削全光盾，好，手削全光盾。那场面上是没有光珠的哈，这有点衰。先弄，哎，我的光珠嘞？有点衰啊。啊，都没光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死啊？减三看减不减？哎，减得了哦，减得了哦。哦，刚刚是运气不好都没光珠，但是有光珠之后呢，就可以打死他了。好、啊，接下来呢就简单了哈、哦，我们这个技能全开了。两个强柱开起来之后，基本上就是稳稳的啦。再来是手削暗伤爱吸收哈，手削暗伤爱吸收，直接一 C。接下来攻前盾哈，打三万。好，这边打三万啊，各位。我们减伤，好、哦，消十字去减伤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蓝娜打开，接下来最后一关，他开尊拳就过了，哎，这样非常简单吧？对。哦，非常简单哦。要刷第一关的话，应该剧本好一点的话，可以打得更快。我觉得我这样已经打了蛮久了，大概两分钟吧，两分钟速刷应该可以到一分钟哦。我觉得应该可以一分钟，一分半应该没问题啊。我觉得我刚刚是打了两分钟，两分多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拿造型了，非常快。